本局今天下午大约1:30的时候接获一起住宅火警，那地点为和平路这边，那我们本局出动了4个单位，共17车25人，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一楼浓烟非常的大，那我们破门进入之后发现一楼的储藏室有起火的状况，那发现2、3楼的后侧阳台都有人在做待救，那我们先将一楼火势扑灭进行排烟之后，将人员安置在2楼的后侧及3楼后侧阳台，但确定现场是非常安全之后，我们以双铁梯将受困者顺利的带出。大哥，可以问一下吗？是哪里烧啊？我不知道。那现场我们看到储藏室大约3坪左右，那里面是问了屋主是堆放一些杂物，然后那也没有在使用电器。那详细的火调的原因我们请本局到火调科到现场去做勘查。